月光水镜哦，真自家这味道的物件啦。逐摆看到人味道哦，我有真正兴趣。搬屋、搬厝，我看头像啊，免的，我会看伊安怎做，我头做工，头看伊位，我过晓水镜过晓自己的，你千万。有些物件，目睭真重要。看，看人做，甲来学。我的公司是1987年12月11号成立，当时 Mr. Ang 就。因为他本身就是画画，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在画那个电影广告。就加入我爸爸公司，就是说加入豪明广告公司。加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还小，就是说的，不说小了，20多岁啊，刚毕业出来，我就帮爸爸画那个打底那些cinema poster。就我每个project，一问到现在，今天我可以接手我爸爸，我给他。去发挥他的 hobby， 就说给他去画。我有想讲，伊讲要做个新加坡真好，啊，做新加坡无文化、无艺术，哎呀，我要画一点点啦，哈，我做新加坡的文化，做了，没有人叫我做，我自己做了，不是伊讲要叫我做了，没有，我自己做，我自己的画啊，我爱，我自己爱。无人叫我做，我自己心做出来，心做出来要为李冠佑，帮助咱新加坡人有一个艺术代化。我因按照我的位置，李冠佑起来的。你关于无去，我本袂为的。新加坡无好，我要来为，就新加坡会使了，会使甲人做了。我一味道的讲，行行出状元呐，青菜唔惊受伤的，爱去做，一句话尔，然后爱去做。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，我觉得我每次很 proud of my father。就是说的，他可以画到很逼真，然后我会跟人家讲说，人家说，哎，我的朋友，你某某个人都会画，我说我不懂啦，我是没有看过，可是我觉得我爸爸的画是最好的。所以，我是以他进到新加坡，我是为他说，为他光荣啦。他一代要用穿衣。为多大的位，为画家唔能做会到，诶，为多人我即款唔能做会到。希望人会比我新加坡，咱新加坡人会比我艺术大化，比我高。我很喜欢啊，这是好。我们的画家是这样啊，为那人给新加坡的风格越来越高。我老了，有一天。自己我唔知影我的情形啊！我希望咱国一代人会比我比泽安强。哇！我看到啊，我看到我本真欢喜啊！